那它跟一般的火锅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哪？就自己拿八倍。八倍哦。自助式。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除了火锅料之外，它的熟食有哪些东西让你们觉得蛮厉害的？很多，有完整的猪脚。完整的猪脚。还有烧麦，或者是人家熟食还有鱼。刚刚这边刚出来我就拿了，对，还有鸡汤。哎，我们公司楼下原本有一张大酱，好不好？这个跟大酱差别在哪？差别在哪？大酱它没有那个虾子海鲜那一些啦。对对对。对，它没有虾子海鲜。对。然后大酱它的熟食也没有那么多。哎。它的熟食就是一样炸物啊、面包什么。因为我之前去大酱的时候，我都吃它的猪脚，我最满意的就是它的猪脚。猪脚。对，因为大酱的猪脚都是骨头，但是这边皮肥瘦肉参半的都有，而且很特别的是，它的鸡汤不是一般的鸡汤啊，拿起来介绍一下。香菇鸡汤。香菇鸡汤啊，满满的料哎，有香菇。哎，不能再倾斜，会打。包菇有鸡，有没有？那因为饿很久才来了，他们是没有时间再介绍，所以等一下再来好不好？我也没有带脚架，以下就是一边播一边吃啊。完整的，完整的鸡肉对不对？是完整鸡肉，而且这种是这香菇也是大朵的，香菇、包菇对，大朵一片一片的，超多的，然后肉超大块的，不是那种碎状的。对，不是那种一夹就散、随便煮煮的那种。真的，太猛了，爱上。光喝鸡汤都回本，它那猪脚也是啊，这块猪脚真漂亮，对，一块一整块，对。我跟你说，这家店很厉害，他家还有握寿司，有握寿司，握寿司不是很正常吗？对啊，它火锅店，有点日式料理。哦，它不是花寿司，它是握寿司。握寿司，那我这还有炙烧虎虾子，我看到是这一把，试试看好不好？你可以吃一口看看吗？吃一口看看。好像还有手卷跟烧麦，对不对？怎么看虾子新不新鲜？就是它好不好喝？哇，你看，整个就脱下来了。对。阿里，你在干嘛？有草莓。有草莓。有草莓啊！这里有草莓。对啊。太夸张了。木瓜是蛮好吃。太夸张了，这把费竟然有草莓。对啊，我要夹完了，它是夹完的。好甜，真的，绝对不是它这个，绝对是真空中榨成草莓，它不是拿番茄戳一个洞一个洞夹拌的。